国群啊，孙天祥要你去林文雄家，有什么事啊？哦，他收不到周玉梅的信，连林文雄啊也没个消息，他不放心，叫我过去看看。我去好了。哎，佳琪。喂，常国群，你会不会打麻将？奇怪了，下下都三座大了，你还乱碰牌，收回收回。奇怪了，你这个人出门怎么不锁门的？反正他们家也没什么值钱东西，谁会来偷？藏起来的。一定是转交给周玉梅的。要脸呢，肉麻恶心，恶心！我怎么把人家的信给撕了？万一要是被人家发现，那不倒大霉了。哦，小姐，啊，请问你是？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受人家寄托，然后来这里找这边住这边的林文雄的。看得出来你不像坏人，你认识林文雄吗？跟那个土包子交往，我是因为我朋友常伯群他叫我来的，不然我才懒得来的。这么说起来，你是常伯群先生的朋友？警察先生啊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啊？事情是这样子，林文雄他有点小小问题，我们必须给他弄清楚。大姐要客气啊，谢谢谢谢啊。阿姑阿姨啊，这几天怎么没有看见邮差上门呢？我嘛咧奇怪呢，迄邮差哪会拢无来？阿英，你敢无收到批？无咧。无敢会偷去收去？这我都唔知影咧。我伫厝诶时，也拢无看到摕批来啦。阿妹啊，你讲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讲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他是又搁安怎啦？你啥个时阵甲偷偷出去寄批？哈？光是甲你讲哦，不准你离开哦，大拢一脚步啊！你当作恁这个男兵遐尼光明，好甲怎讲吃巧，过夜走去有边交代交代，哈、啊！叫孙天祥，你甲讲，啥物人骗你去行？你啊，你叫孙天祥的话，啊，你哪有伊的地址啦？那有什么关系？孙天祥，反正联络不到了。阿妹啊，你敢罢工？敢罢工？谁人替你去吃火啊？啊！阿姨，你给我讲啊讲啊！阿姨，请你去接我，阿娘出去。姐，爸爸，你好的，你好。在这里签个字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那封信真的取不回来了。那是周老板女儿的，你事先又没有说。现在，哎，阿伯，多谢你赶来，哎呦，阿妹在等你，等真久。快点，快点。哎呦，阿你还来干什么啦？你吃的苦还不够多哟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呐！我要来找周老师啊。
温小姐现在哪有功夫跟你见面啊？你没看到那个苏医师已经来了哟，快了快了，走掉了走掉了，快走啊！你要紧无？啊，着搁食药啊无？大概受了什么刺激，再加上贫血的关系。不过，我建议让他做个尿液检查。你讲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担心会有什么地方发炎的。大哥，你无寄回来？你不可能无寄回来啊！天才早就甲咱讲，讲咱阿妹无代志啊，迄是早晚伊家己会清醒起来啊。头家，头家，迄苏医师来啊呢？是倒位啊，少年的啊？啊，都，这是来摕小姐的尿液去检查迄个小苏医师啦。化验报告出来了，玉梅一切正常，一切拢正常对不？哈哈，就表示讲阮玉梅啊，身躯底哦无到一位哦有发炎嘛，对不对？也无异状嘛。是啊，玉梅她只是身体差，有点贫血，精神耗弱而已，其他的一切都是阴性反应。无啊，恁在讲啥？什么的异状？天才，我问你嘞，你为着要爱知影讲玉梅是不是有心？所以要检查尿液性。哎呦，这哪会要紧啊？天灾啊，也不是外人啊嘛。安尼顶多吼，可以证明我们玉梅是清白的啊。天灾啊，你现在可以知道了嘛吼？阮玉梅虽然是哦年轻一点啦，可是她不糊涂哦，也不会乱来哦。这样子啊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放心啊。你哦，你煞有够莫名其妙呢！家己的查某囝，你也袂相信。不怪玉梅跟你袂亲啦，阿燕，行，咱入吧。好。周老板，我想进去看看玉梅。好，行，别急哦，好好的安慰她，嘿。Thank you.
玉梅，我爱你，我的爱绝对不会比那个姓孙的少的。不要再提那个名字。好好好，不提不提，以后我们双方都不要再提了。我可以忘掉那天你说的话，我可以不计前嫌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人，非常的，非常适合做我的太太，特别是经过这一次的打击，那个人抛弃了你，你一定会变得更成熟，更懂事，这样的个性是很适合做医生的太太。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跟我出去，求求你出去！好。我是该回医院了，你哭哭也好了，发泄发泄。但是不要每天这样哭了，不然当新娘子就不漂亮了。我走了。我明天再过来，而且我从现在开始，我天天都会过来的。他不会忘掉我，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他出了什么事。真的很喜欢玉梅的，你喜欢她，她喜欢你吗？你实在有够无路用嘞！无路，喜欢啦，喜欢啦！啊，阮玉梅哦，嘛已经回心转意啊咧。哦，这紧哦，敢会是已经走投无路啊？不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阮玉梅是一个好查某囡仔，天才哦，伊会当做证明啊。阿布，我有把握，玉梅嫁过来之后。迟早她会是个好太太，她也会是个好帮手的。是好太太，是好帮手，我不怀疑。可是她爱的不是你啊。我会很快让她生孩子，有了孩子以后，她就不会小东小西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她的心里就容不下任何的男人。丢了。姜维阿妈，你若生一个后生呀，啊，咱所家的终身就是养子啊。这查某人吼，只要若结婚，个囡仔若生出来，伊心就会安定，心若安定，伊自然就会好好爱人顾囝。天才啊，这么多年来，你连个女人都没有看上。我问你嘞。你娶伊是因为你爱伊，还是干那要娶伊做某尔？我爱他，我不能失去他，更不能让任何男人跟他相好。哪里讲？我就无法度搁再反对啊！钱哦，是已经讨袂转来。啊人，我嘛无可能无爱顶啊！亲家啊，所嫁的婚礼，我是会甲办甲足请赢的。要唔过恁阿妹的嫁妆，是唔通让我无体面哦？对了，应该啊！迄苏州两府的联婚哦，嘿，伫咱公山联婚是大代志呢。迄当然哦，咱来合作哦，办落安尼哦，较盛大，佮澎湃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想得来，
把这个好消息等下跟我们阿母小敏来讲吼。做哪下？阮太太的话吼，莫怪。为杨明的代志也是天无平处啊，啊，咱即马代志总算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是啦，是啦。这后个月初六这个日子袂歹，过两礼拜呢，穿礼服袂？会啦会啦，闽南应该会袂服啦。无，我先去咧啦吼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哪都爱提早？你做代志哪袂敢参详啦？参详？你个人敢遐好讲话？参详敢有较怎啊？啊？你最近无发现咱玉梅哦，迄精神有异常啊呢？迄若拖一天是严重一天呢，到时阵哦，若不可收拾的时阵哦，苏家就是走来甲我讨钱啊啦。玉梅哦，伊是一时受刺激，伊也毋是正经神经病啊，你是想到倒会去啦？为着你家己自私自利，一定要甲寄去苏家，啊，你有咧想过？伊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无？日子要安怎过？足简单个啊！我饲一世人就好啊嘛，哈！也毋过毋是即句啦，即句上重要就是袂用个予苏家来退婚啦。迄若退婚哦，我着爱予聘金是退来个，五十万呢，即个卖拢五十万啦，我连十万块都无啦。准哦。你有够可怕！你安尼前前后后来来外外，你拢想到遐周到，你利用查囡做反冲，就是人家过去所讲，人伊若发现不对劲，死搞离婚哦，嘿哦，这款你还袂准备行倒去啦？到时阵哦，无面子的人不是干那我切啦，你想哈？咱玉梅嫁予苏家时阵，像水水水哦，活活跳跳嫁予伊哦，哈！是安怎来提早？就是这个原因，无提早袂使啊，知无？下地。娘仔啊，等候你来娶迄个查某了后吼，我看吼，我这种享受的日子吼，无通好过啊。阿母啊，你放心啦，等到我把玉梅娶进门啊。我会叫他天天给你捏背，不会饶过他的。哦，原来你娶来当来做某，就是准备要来接我。不是接我，而是再教育。谁叫他当初要一心两用？你真的爱他吗？爱是一定爱的，只不过我从来不喜欢我太太有过背叛的思想。从小到大，家里就我一个人。从来没有人跟我抢衣服、抢玩具，我太太当然不能够让人抢，她一定是要完完全全属于我的。天才啊，你真的确定她没有跟那个阿斌哥乱来？没有，我检查过她的尿液了。我花了一个礼拜啊，逢人就问，啊见人就打听。我才知道你们村子啊，是官校的眷村啊。啊，我要一家一家去敲门啊，总算知道你们住在这里啊。何小姐，那空军官校不让我进去啊，我又没有昌大哥电话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来找你啊。哎，你不笨嘛，就是有点傻头傻脑。哎，要不要进来坐坐？我帮你打电话给常伯群。谢谢。妈，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嘛？他不是天祥的兄弟吗？请何伯母马上帮我联络常大哥，好吧？哦。妈，你看他吧，得寸进尺。电话我可以打，可是也不能乱打呀。你找常伯群有什么事儿？我要找顺大哥啊。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什么事啊？我对不起他，没把他交代事情办好，又给人家陷害，坐到派出所去，
所以周老师就变得好惨好惨啊。如果苏大哥不及时回来，恐怕周老师就要嫁给苏医师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懂。你听懂了吗？有什么需要懂的？总而言之啊，就是这个林文雄啊，是通风报信的，想要叫孙金祥赶快赶回来跟周玉梅私奔呢。啊？他们是真的相爱哎，他们不打算私奔呢？私奔？哎呀，私奔也没什么不好嘛。周小姐满20岁了吧？万一一下子找不到孙金祥这个人，难不成叫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嫁给别人啊？妈，怎么了妈？你有了常国群，成全别人有什么不好？天底下就你这种瞎搅和的人。哎呦，不知道，咱们空军呢，有好多弟兄都是这样先斩后奏。想当年，我跟你爸爸就是用这个法子。不过我们也不完全是私奔了，也是征求过长官的同意的。何伯母，可不可以麻烦你赶快帮我打电话给常大哥啊？打电话给他有啥用啊？直接打电话到花莲基地，我负责帮你找到孙天祥。好。哎呦，这时候大概在午睡吧。小兄弟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这一两天之内啊，我一定帮你找到孙天祥，把话带到，然后叫他立刻回来一趟，怎么样？各位的这个薄饼哦，那个玉梅小姐用的。是哦，好，谢谢。麻烦你一下。好，好，来去拿哈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杨阿奶，过来啦！我拜托你，行不行？你别再上门，别再找我们家小姐的麻烦了，好不好啦？那、啊、你没看到哦，那个苏医师哦，他天天来呢。啊，再过8天哦，他们就要结婚了啦。哎呦，带几多条？